好，费尽千辛万苦走，终于找到渡口，差点就要回去了，走。你们走上面了，我们先要去走这个，不要跟着我走。可以啊，我们就要上去了，我可以上，不能下。没有，我们现在一定要这样上。我们到前面休息一下。好。原来是要把它挡住啊！对啊，没看到，所以还是要有离线地图啊，你才会知道，对不对？不然只是只能找走大众路线。对啊。它这是以前的铁道。这是以前的铁道。嗯。走这种才有挑战的。嗯。可是这个看起来它也不难走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因为沿路看起来，看其实铁道它也不可能太陡啊。对。对啊，其实有离线地图根本不用担心这个。它这个路的那种情况就跟刚刚之前不一样了，完全不同。他们说这条路的特色是什么？是新开发的吗？这条路之前是封闭的。封闭的。对，没有开放，没有开放，小心哦。哎，我们还有紧急。对，小心。